灰灰老 K 抢二十，我认为最精彩的一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给大家带来老 K 打乌兹灰的精彩小局哈，选自他们两场抢二十当中的一场比较精彩的、好看的对局啊，很多偏外招啊，很不舒服啊。乌兹灰这个八神老是打不过老 K 了哈、奇怪了，这两个人要么是东风压西风啊，要么就是西风压东风，残血了。啊，刚死了，接下来的重点招来了啊！我、想不到老 K 能够发出这种招。打天鹅，啊，过不去，压的还不错。喂，葵花来，你看啊，这一下连续跳吸，射一个波。啊，射一波跳过来，哇，你看你看这一波牛逼哈、很明显下逼之后呢是想要跑抓的哈、但是跑抓的时候他估计也是考虑了千鹤呢会后一逼哈、然后直接重拳带上复活者令啊，白光八只女牛逼。像这种招一般如果说你预判不足或者说手法不够，最多最多被你冲过来重拳打个接葵花哈、就差不多了，他居然还可以重拳白光八只女啊，这个应该算是有很强大的这个预判力了。然后乌兹灰这边的猪也是非常的强悍啊，居然还把八神打晕了啊！猪队友来为他的这个队友来报仇啊，不错啊！接下来这一小局也很精彩啊，很有看点啊！看，猪来跳走，好，闪身过来抓到，角落有机会啊！砸一手再砸，互不相让啊，这两头猪啊一直在跳啊，在滞空啊。好，转球继续转球，有变节奏出不来，哎呀，空血马上啊，来吧，闪身抓，抓了之后呢也不怂啊，因为后面有一个大门是没气的哈、这个时候老 K 不怂啊，牛逼哈、连续转球666啊，好，关注修修，不会走丢。